习近平主席签署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令，现在宣布李克强同志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总理。 现在请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宣誓。 宣誓，忠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，维护宪法权威，履行法定职责，忠于祖国、忠于人民，恪尽职守，廉洁奉公，接受人民监督，为建设富强、民主、文明、和谐、美丽的 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努力奋斗，宣誓人李克强。